哥罗西书第二章。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，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，是何等的尽心竭力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我说这话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。见你们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了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既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所以，不拘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，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。全身既然靠着他，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，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。其实，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第三章。所以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
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但现在，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，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，化外人、西古提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，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那行不义的，必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并不偏待人。